真的，玉玺真的走出一条路啦，也祝福这李玉玺呢可以更上一层楼。恭喜恭喜！当然最近也很亮眼，大家都注意到在电视剧《花甲男孩转大人》里面呢，风格比较中性的阿伟严正兰，也红到呢在路上被粉丝认出来追着他跑。我好像看到我阿公了，阿公。你阿公不是已经过世了？一头短发配上清秀脸庞，严正兰在连续剧《花甲男孩转大人》中饰演卢广仲的同学，两人有不少精彩对手戏。再过来点，快就过来啊！直接就把卢广仲抓过来亲。严正兰在剧中角色偏中性，自然又扎实的演技，让观众眼睛为之一亮。徐导就说是要给我的一个挑战，要我诠释一个跟我自己完全不一样的角色。戏里戏外个性差很大，拍戏的三个月期间还为了阿伟这个角色特地束胸，更开玩笑说还好长辈还在。看似亮丽的成绩，但其实演艺路他早就熬了十年之久。严正兰不止演戏，还曾加入第四代的男权妈妈，却因为戏约上门无法跑商演，才想专心走戏剧这条路。之前好不容易有了通灵少女女主角的机会，却在开拍前两周被郭书瑶拦湖成功。能够曾经跟她这么靠近，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。跟夯剧擦身而过，严正兰靠乐观自我期许，要继续努力，成功接下另一部戏的女主角。我姐有写一封信给我。一人分饰两角，演了超过60集，却因为制作公司倒闭，上百万酬劳泡汤。但他安慰自己，有赚到知名度和让大家看到表现，这样就够了。虽然严正兰演艺路相当多舛，但他乐观上进，只要有机会就肯努力，也终于让大家肯定他的演技。TVB 的新闻，萧明正、钟永伦、林智慧、刘彦池台北报道。恭喜女孩好吸睛。哇，短发的女生就有不一样的个性，好可爱哦。对，严正兰，花甲，对，男孩转大人里面呢，其实就是最近大家常常会在荧光幕注意到他。嗯，他其实出道10年嘞，出道10年怎么可能？我去年才从那个男权妈妈才真正认识他，而且不是认识他人，是认识他的歌声。哦，也很厉害，也是个歌手来着。是因为我本身是男权妈妈的这个8首歌的混音师，而且一定要成了8首歌呢，是不是？很厉害，他虽然心路一开始不顺，但是现在终于闯出一番佳绩，大家要继续支持他，加油加油！哎，下一位也是厉害啦，身为这个人母，对 ，S H 的 A 啦，哦，这个花样少男少女，这个偶像剧，一头短发让大家非常印象深刻。对，那时候是日剧。改拍台剧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日剧先拍，然后再拍成台剧，所以他那时候也有压力啊。压力，但我觉得看完以后好评不断呢。对，非常的厉害。所以呢，你看短发的女生就有不一样的味道。真的。再来呢，看到的是赖雅妍，等一个人咖啡，对不对？帅翻了，帅到爆炸。哎呦，真的。因为他的帅气是连女生看到他。都会心脏扑通扑通跳的那种。他长发的时候是男生喜欢，那短发的时候变女生会喜欢他。对，非常厉害。而且他那时候演戏的时候还爱上哥们，哦，厉害！很多人都说我要当诺太太，诺太太。真的，而且我觉得他那时候，听说他入戏入到怎么样呢？男，他不知道上男厕还是女厕，哎，太入戏，太专业。